八堵国小北管社小朋友在台上演奏传统音乐，为北北基宜四县市淡蓝古道暖暖大会师，欢迎来参加的民众。基隆市长谢国梁与台北市、新北市副市长及宜兰县副县长分别挑起扁担，象征搭起四县市友谊桥梁。今年淡蓝百年三径暖暖徒步走大会师在基隆市举办。我们今天来共同这个淡蓝古道的一个宣传跟一个健走活动啊，这个是一个跨越四县市，一个过去很历史悠久的一个步道，然后也是过去很重要的商圈的一个聚集的地点。那看到今天的场面，我们非常高兴，因为我们把历史的古道跟我们的生活连接在一起，希望我们的区域能够更和谐。那从这样子的活动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古至今其实北北基宜它就是一个生活圈，那透过这样子的生活圈把大家息息的绑在一起。那当然后续北北基宜也一起会来从事相关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个活动，让大家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继续把它推广下去。今天这个活动觉得有满满的感动，因为这个淡蓝百年三径呢，把我们四个县市的感情串联在一起，也让我们更体会到我们就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。那尤其呢，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，让我们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，欣赏我们的自然美景，更能够深入的去探讨我们的风土民情。所以真的，我觉得这样的活动，我们每年呢四市还会继续来合作，继续办下去。大会师吸引了400多位爱好山林及老街的民众参与，用徒步方式走入淡蓝百年山径。因为淡蓝古百年古径觉得它有那个历史的价值，所以觉得想说来参与一下。那之前都没有走过，那反倒瑞芳那边有走过，对，非常好。因为其实我来也不晓得规模会这么大。因为它横跨了那么多县市，而且各有特色，而且在这种酷暑。它走起来非常的凉爽，大自然的，没有经过太多人工方式的步道，特别吸引人。之前有走过吗？之前有走过，但这次想要参加一下，体验一下。那今年轮到我们基隆市，那我们基隆市我们也都知道，淡蓝古道北路及中路的起点是在于我们暖暖，所以说我们选定在暖暖。那我们也都知道在暖暖在百年前它在这个地方是起点。然后呢，在这里呢，因为贸易的繁荣，所造就的暖暖有9,180,000的那个繁荣的复苏景象。所以说，我们先邀请所有的民众来我们暖暖走一走，看看我们的好山好水。那我们这次的路径呢，分成 A、B、C 三条路线。第一条呢，是走到我们的那个新农路的自行车步道，那个地方也就是早年我们基隆。暖暖的那个基隆河的暖暖的终点，那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去看看我们的湖穴。那另外第二条呢，是我们那个暖暖老街走到暖寿山步道，走到我们的百年净水厂，也就是我们自来水第一管理处那个地方。那沿途中我们会走到暖暖的最高点就是暖寿山。那我们会在金山市俯瞰整个基隆河。那另外第三条路线是西路线，是我们的那个暖东峡谷古道。透过四个县市大会师，邀请民众一起体验百年三径之美，也来基隆暖暖感受自然生态、人文风情的魅力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